竹竹苗县市长都到齐，这是侯友宜拼在野大联盟整合的前奏吗？很多做不到的、做不过的，我都会在这段时间一一的来跟各位请安，来一的跟各位请托。地方要角凭全力支持，连苗栗县长周东锦都说已表态，国民党推谁他就支持谁，毕竟蓝军可不能再分裂。台下喊着动算，只是民众两极，又是郭台铭子弟兵的新竹市长高虹安也现身参会，却出现这一直要跟新竹县议长张振荣换位置的尴尬画面。一个说我站一边就好，另一个说让你接近 C 位，就这样来来回回三次。侯市长就像以前的我们的这个刘邦一样。终于把张振荣推了过去，新竹市府发言人则说这是四年级联谊会，为新竹县市固定交流活动。另外挺郭派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也同场，而且不只有参叙而已。六日下午一起拜会新竹县议会，还一同去了明星科大参访青创基地，也被解读是否为反绿阵营大整合。最特别的就是郭董的核心成员我们薛明志董事长也全程的参与的这个聚会，那也给侯市长一些建议。郭侯两阵营是否真破冰，想必有人是真的很期待。 TVBS 新闻陈世明、张家宝、刘婷婷新竹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